珊珊呀，这回麻烦你了啊。我又没照顾过小孩子，这一路上的吃啊喝啊的，我自己有。年纪这么小，没安全座椅，不安全。我爸给我买。你俩是不是认识啊？她是我姑奶奶。不是，你俩到底认不认识？认识。你还想不想回家了？你还走不走了呀？你磨磨唧唧的。奶奶好，她是我姑奶奶。姑奶奶，你喜不喜欢花？姑奶奶，我要尿尿。姑奶奶，我帮你。那是你们家车。姑奶奶，股东啊，饶了我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是不是故意来闹我的？又哭又闹，你把警察招来的不是怎么回事啊？偷人家狗。开挖掘机的是不是你啊？你学习那么差，天天玩手机，你一身的毛病。姑奶奶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